是雪琴最后我来了，弟弟，先坐。在这导演组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，大家加入好六之后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好，来，小丁。我就是刚才那个，就感觉走到哪儿就像自己家里一样，人脉打开了，哎，真的是是格局打开了。习惯了跟着红毯拍照，来准备好，第一个 pose， 好，第二个，第三个 ，cool， 好标准啊！我跟你说，太标准了，第一个刚刚做的，而且他是一个一个往上蹬的，对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泳池，点燃我们浇不灭的团魂啦，朋友们，泳池趴。Let's go! Go, go, go! 哇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漂浮冰场吧！太开心了，终于出来了，终于进了泳池啊！这么多水，今天水管够。我害怕，好多水啊！我今天水管够。连续十次不能错，哇，好难啊，我反应不过来。请注意啊，如果导演说举左手就举左手，然后导演说举右手你就举右手，你不要把左手放下。那万一说导演说跳下去，说跳下去，跳下去，导演说跳下去我们就跳下去，游过去打他。好，把他摁下去。哎，聚个团魂吧，聚个团魂吧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这个团魂，这个团魂，团魂炸裂，兄弟们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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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，大家准备啊，都听清楚啊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来了，好紧张啊，哎呀，心跳怎么有一点上了，有点紧张，对对对，有点紧张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来，游戏开始，欢迎说举多少。导演说举右手，放下。导演说抬左腿，放下。导演说放下腿，放下腿。好，放手，放手。全员受惩罚呀！啊，我就知道，这是卸妆惩罚呀。这个水有点多。哎，何老师，你这个真多。哎，你怎么没事啊？他挡了。这样了啊？其实我也是这样的。没事，文静，没事，他就是这个套路，下把就肯定过了。对，我知道了，掌握到了精髓。我们现在已经应该是有六七次了。已经很接近了，感觉已经要过了，刚才应该已经快过了。我跟你说，文静，节目组会谢谢你的，不然我们就一次过了。谢谢我，这句话的夸奖让我觉得多少有点也不像夸你。来吧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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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六团第二次挑战，请听导令，导演说上左爪，上左爪，上左爪，导演说上右爪。导演说举左手，放下，放下。导演说举右手。
对不起啊。向左转，抬手。我都不喊导演说了已经。南庄向左转。小芳，知道了，耶！是吧？好简单呀！太简单了吧？好简单，想做效果不知道怎么做。什么？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。必须得送我们一个啊！这题应该算我们过关。对，就下一题我们只要过三个马赛克。对，我觉得行。刚刚是谁？你可以吗？来个前空翻。你在深水啊？腰不擦。已经开始练动作了。不是，得摁进去。要有那种脆劲，三二一，看那边。三二一，看那边！哎呀，起来就玩！有两个小青龙吗？来呀来呀！妈呀！啊！不是，你把这个看住吗？放开！来个虎呢！发现什么了？在干嘛？发现什么了？想玩一把。来了，下一颗，三二一个人，哈哈，等会啊，对，三二一开始，三二一开始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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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二一，看这边！哎呀！再来，我再来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我来个！二一，看好！来！来！三二，看这边！你回来了！哎呀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叫你不回来，叫你不回来！他想跟我玩跳全部，你这玩意儿。好，各位老师，看我这个。好，来走一下。哇，好好看啊！来，大家看这儿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等一下，这一排五个是不是太整齐了？啊，这一排，还挺好的。WiFi， 我这边行不行？对，几个过来。OK， 好，大家看我这个位置。是我们手捧蛋糕。还有一排，你们好像不明白。我觉得哲林低一点，然后那个